OK， 这工具，如果它不会动，有可能是这个阀杆的问题，所以你在咬它的时候，它有个声音。好，然后这个阀杆就是这一个，你可以把它这两个拆开来。 然后把这个推出来之后，好，再清一清，好，清一清，好，然后清一清，再上流，再把它锁回去。 锁回去，这边这螺丝要上点胶，然后锁回去要听到这个声音。如果这个会动，工具就能动；这个不会动，工具就没办法动。好 ，OK。